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影片。今天呢，盖瑞跟 Cola 呢要一起双排，没有错，冲击排位场。我的老天爷，结果你玩一只打野，各位一定想法跟我一样，开我盖瑞玩笑，老盖打野直接崩裂，没有啦。我最近那个打野真的也是练得很勤，好不好？你也不要这样子。我那个奇尔还有锦，我真的是小号狂玩，玩爆，你知道吗？直接玩爆，玩到我那个胜率已经终于达到了70几%，我才觉得啊。哦练起来了，兄弟们，兄弟们，七七二号才怪，七七真的是太猛了。我们只能打打酱油。好，我们这时候呢打一打这个蓝 buff，突然觉得身体有点痛，有点不舒服。没有错，我们感应到了，我们家牛魔王竟然没有帮我们一起吃野怪。牛魔王觉得勇比较可爱，觉得锦不可爱。我的老天爷，原来他喜欢男生，不喜欢我们家这个小锦。没有错，没有关系，我们慢慢的。把这个野怪给吃掉。那其实各位你们会发现，怎么我打野怪打得有点慢？其实有一半的原因是因为呢，辅助没有帮我。那另一半的原因呢，就是因为我这只小号没有奥义，没有错，没有物攻的奥义啊，应该正确来说是这样子。所以呢，我带的是魔攻的奥义。某一黑马后马，对不对？那真的是我真的是没有那个物攻奥义，只有一级的。哇塞，那一级能看吗？走出去笑死人，对不对？我们直接带三级的，不过全部都是魔攻的啦。然后有几颗是那个一级的，什么暴走奥义，就是我开那个箱子，不是每日有那个箱子嘛？开一开，我说哦，一级的暴走奥义啊，某一黑马后给 game 用。给 game 用，你可以看到呢，我这个前期射两枪，然后再加一个二技能，再一个大绝。照理来说，这样子前期应该可以造成非常巨量的伤害。不过打人真的是非常非常之痒，没有错，就是因为这个奥义的关系啊。你可以看到，他是我几枪，然后我的血线就掉了，跟他差不多了。还有加一个塔的一下，奥义真的差很多。OK，前期各位建议你们啊，题外话，就是如果你是刚加入的这个新手的话。建议你们先把奥义买一套，然后再来去购买一些角色，就是花这个金币再来去购买角色。奥义真的非常非常之重要。这时候呢，我们决定先把这个下路的兵线呢给推过去，因为我想要把下路的塔呢给带掉。不过呢，突然灵机一动，并不是突然眼睛瞄到了这个小地图中间中路正在打会战，直接滚过去。蓄力一次，这个一发这个一技能之后呢，再一个 ban ban，没有错。如果这时候直接开局大绝，直接开秀，刀锋想要切我，不过很可惜他切不到。我们利用一个墙呢，哦，这时候哇，吓死人了，我的老天爷！刚刚呢，那个刀锋直接冲出去，然后先把超人给带走之后，他差点刷新，然后把我们一群人全部刷起来。不过好险好险，如果没有死掉，不然我们刚刚会直接一群人直接躺在地上，然后就然后你就哇。死伤一片，OK。我们这时候呢，血线非常非常的低，不过没有关系。人家说血线低就要怎样，就是要吃野怪，没有错，真的没有骗你，没有骗你，这不是胡乱的话。打野真的是血线低，你就吃野怪，你的血线就会立刻回起来了。刚刚你们该不会真的觉得我在讲屁话吧？没有没有，打野真的是你血线低的时候，你就刷刷野怪，你的血线会立刻回起来。各位记得哦。这时候我的血线还是一半的嘛，真的你就看我的血线会有多少哈，我们就不停不停的刷，然后让这个红野刀的吸血能力呢，把我们的血线拉起来，并且呢还有野怪死掉的附加回血能力。好，赶快把这个野怪给刷掉，这时候呢血线已经快要 up 已经到哦，这个哇塞，队友完全不需要我们啊，刚那个两只残血是怎样子，直接打到一个眼睛 OLED 呢，我的老天爷，提米那个血线。用针来算了吧。我们这时候呢，哇，刀锋这个是怎样？哇塞，超级超级凶！我刚刚这一个口齿不清，差点吓死老师，我的老天爷，老盖差点刚刚心脏跳出来。不过好险，对面一个飘向南方，然后一个飘向西方，我的老天爷，这两只直接一个麦当劳欢乐送，没有错，直接送到你家够编辑，非常非常的好。我们这时候呢，配合超人呢，重案组之虎，这是什么奇怪的名字？直接一起吃这个魔龙，不要乱嘲笑人家的名字，真的很不礼貌，对不对？我们赶快呢，嘲笑别人的名字，就我叫激情盖瑞约翰，有更好笑，我的老天爷！我们赶快呢，先把这个
魔龙呢给吃掉。突然对面的哇塞，就那个名字，就那个名字，有没有听到？就那个名字，我的老天爷，那个刀锋超级超级凶。不过呢，我们利用一个重击跟我比重击，顺利拿下这个魔龙。对面呢两个痴汉追得非常非常的凶，这时候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只能祈求对面刀锋不要砍我，谢谢你刀锋，我们顺利的拿下一个大杀特杀，他还真的没有砍到我，因为刚刚我是进入那个草丛，然后他，我相信啊各位，他一定是那个拳头一直按，有没有？一直按，一直按，然后因为那个。进入草丛它会消失那个锁定的视角，所以呢它就一直在扔，然后就直接锁定到那一只蛹哦，好险，真的是好险，感谢老天爷赐予我这个刀锋，非常非常棒。这时候呢上路打起一波会战，我们就是假装故意摸个几枪，然后增加一下自己的存在感哦。没有啦，其实是说真的啦，就是把对面的血线给压低啦。这时候呢直接交起一个大拳，然后蛹一个，哇塞，哇，完美 combo 啊，各位，看什么开玩笑，超级超级漂亮的。这时候呢刀锋又出来了，如果这时候直接交起免疫，直接往前滑之后，哇塞，完全不需要我这里哦，它是一个预判，然后往前滑，非常非常漂亮，直接哇，秀爆秀爆，三只，然后打刚刚那是几只，四只是不是，哇，还带走三个人。那这里呢各位就不要问说为什么，我知道就那个名字在里面，男人的直觉好不好，有时候那个直觉真的是很准很准。没有啦，其实我在刚刚打会战的时候我就一直在看对面可能逃到哪里了，所以呢我刚直接先丢一个手雷，就二技能，然后来测一下里面有没有人，不然我刚如果对面那个刀锋刚刚直接蹲成功蹲我一波，基本上我那个会直接被他给带走。所以各位要记得刀锋，不是刀锋啦，是那个井呢，这种射手位尽量不要用脸去探草丛，先丢技能。这时候呢对面哇塞，这个超级超级凶的两个痴汉，这两个晕真是晕爆了，不过好险如何呢是顺势的把这个摩托斯给收掉。这时候呢哇，心惊惊，心惊惊，血线非常非常低，再重复一次，老师刚刚说什么，没有错，血线低的时候就来去刷野怪，我们赶快呢先把这个野怪刷好刷满。对面这个蓝 buff 让我有点尴尬，他刚刚还给我回头，开什么开玩笑，我们先把这个蜘蛛吃掉之后一样直接刷好刷满，你可以看到我刚血线呢非常非常 not good， 只有一格，不过现在呢直接 up 起来的，我的老天爷，盖瑞真的没有骗你好不好，不听老人言，吃亏在眼前。我们这里呢成功刷掉红 buff， 血线直接回起来，有没有看到，有没有看到，完全不需要回家。这时候呢我发现哇塞，中路这是怎么回事，两格打四格，我的老天爷啊，这队友真的是打超级超级凶的，这是直接让人家用死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搬用搬用死那种态度，这种态度我非常非常喜欢。这时候呢，超人是被一群人在哇，这个后面他后面跟了一群人啊。那我们这时候呢，基本上不要跑，不用跑过去了。我们先把这个夏日的兵线整理好，然后看看等等要怎么打哈。然后看到对面的蓝呢，就顺势的把它切一切，然后吃一吃啊。各位要记得，如果你们打野的话，你们可以记这个。红 buff 还有蓝 buff 的这个时间就是90秒，杀掉之后他90秒会复活齁。那我这时候打一打，突然发现哇哩咧，对面那小丑也太痛了吧，哇塞，他点我没几下，我直接被他哇被干包，我的老天爷，没有关系，我们家牛魔王要帮我报仇了吗？才怪，这时候超人直接一个冲，没有冲到，算了，没有关系，我们等一下一定要把他杀了。对，小丑士可杀不可辱，等一下等等我一定把你杀爆，一定把你杀爆。我们这里呢先来一个快转，然后队友呢是亮起一个进攻凯撒，不过呢哇，超人是直接被对面给加杀掉了。勇这时候是没有蓝的，他的名字这个什么妹妹母汤哦，真的是母汤哦，麦克往前走啊，金家母汤，金家母汤。不过这时候呢罗儿直接开秀，哇塞，这个是谁啊，这个是小盖瑞吧，我的老天爷啊。那我们这里呢直接跟上这一波，这时候呢敌人的血线非常非常的 not good 的，罗再一个花配合上我的一枪成功带走对面提米。这时候呢对面的小手直接被罗儿给留下，这里呢我直接分开追，因为我相信罗儿一定可以把他收掉，直接一个一技能配合大绝顺势收下残余的余档 ace， 一波 ace， 哇，老天爷啊，刚刚那波其实照理来说应该是不能打的，因为对面呢状态很好，然后我们超人死掉，勇又没有状态了，哇，这样还打赢，两个打全部，没有，是三个打全部，我的老天爷，刚那一波别嘴了，别嘴了，聊天室赶快帮 Cola 跟 Gary 一起666，直接
选下你喜欢的实况图，没有开玩笑，我们这里呢赶快把兵线带过去，然后刚刚那个刀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是直接断线嘛还是怎样，直接冲出来吓死人了。哦，这时候又有一只提米，我们这时候呢先往左边滑，拉开一下距离，罗直接交其免疫，我们这里呢先保一下罗，帮他护航一下，帮他护航一下，再交一个一技能，准备来追对面的小丑。哇，元魔王这个是直接用大绝把他锤死，直接一个肉酱，然后对面提米是，哇塞，他在学务处罚站是不是啊，兄弟哇，这么可爱，好可爱哦，他刚直接用脸贴墙壁耶。不过我们这里呢是非常非常狠心的，直接把对面的城堡呢顺势收下，拿下这一颗星星喽。那我们呢顺势的拿下这场的 MVP， 全场的最高输出。最后那一波会战呢，各位如果觉得 Kola 666的，记得在 YouTube 下方的留言区刷起一波666给 Kola 知道哦。那本期影片呢，记得帮我按个喜欢，就分享给各位观众喽。盖瑞最近呢，这个行程满档，然后顺便跟各位说一下，这个1月31号的时候，盖瑞跟 Kola 会去韩国玩，然后还有跟几个朋友。那这期间呢，会做一个代购的动作，然后我们表单呢都已经写好了，只是还没放上 IG。然后各位，如果你们想要买一些韩国的什么彩妆品啊之类的，记得追踪我跟 Kola 的 IG， 因为我们之后呢会把表单一次放上去。然后你们看到的东西，你们喜欢的话，当然也可以直接做购买的动作。本期影片呢就到此为止了，我们下期见喽，拜拜。